我一张皮卡片，跟着我去冒险，我们的对手到底会是谁？在所有书里面我什么都没有写，我们的世界在哪边？我们的对手到底会是谁？在所有书里面为什么都没有写？我们的明天它在哪边？房东，五虎将的成员，东汉书院的骄傲，你也会勾结黄金高校？我没有勾结黄金高校。哦，哼，这张照片好像不是合成的哦。啊？哇，这个人长得好像黄忠哦，相似度80%吧。不过还好不是黄忠。你看看，你看看，这个又高又瘦又帅的就是你。旁边那个波浪彪悍的，就是黑山黄金高校第六支队的首席小队长。你们两个好像聊得很愉快啊。她是你妈妈吧？你这样一直看我，我好怕好怕。如果我有说错什么话的话，请你纠正我。我是伟大的校长，知错必改。校长，那你看看这张照片，这个又矮又胖又帅的，就是你女婿；这个粗黑金勇的，就是黑面皮鹿酒店6号分店红牌大店长。他们很销魂吗？连这种你也吃得下？她是你女儿吗？你们这样看我干嘛？我好怕好怕哦！我说错什么吗？我有说错的话，你们可以纠正我啊！我是谦卑的学生，有错必改。但是这张照片不像是合成的吧？伟大的校长，这一定是合成的啦！我没有跟着老婆乱来啦。就照你这样说，那张照片也有可能是东汉报报的记者乱合成的嘛？啊，对对对，这个有可能是合成的照片。刘，伟大的校长，我真的没有去什么黑面皮鹿酒店呐。哎，黄忠啊，自己妈妈都不敢认的人，可是枉为人子哦。哎，说得好，黄忠，这一位是你的妈妈吗？啊？这件事情我认为可大可小，中，董卓等一下一定会找你去问话，你只要彻底的否认，不要承认你认识他，就不会有事。如果让他知道你和他的关系，董卓一定会把你开除。比如说过，那张照片有可能是合成的。没错，他是我爸爸。你开除我吧！如果连自己妈妈都不认，那我不就连猪都不如？啊？哎，你说连猪都不如，你看我干嘛？哎，他会不会看得出你的原型啊？哎，有可能。什么？你说什么？什么？我是猪？你才乖鸡一把，果子狸嘞！我哪是果子狸啊？哎，你是果子狸，我是猪，你是果子狸，我是一点都不像猪。烦死了，脸都被你们丢光了，校长。黄忠从小就没有父母亲，
刚刚才跟他的母亲相认，他母亲的所作所为与他无关。如果你要开除他，恐怕会引起很多的不平之名哦。哼哼，假拍谁？在这个乱世，大条的事情很多，你以为盟主会理你们这一条小小的不平之名吗？啊？校长，我呢会让我小小的江东父老，也为黄忠的遭遇向盟主发出不平之名的。阿香，你不用。你要玩火？这个死阿香在这里念书还真是个麻烦呢。如果要杀他的锐气，一定要先削弱他背后的靠山。恐怕不止他要玩火。也是啦，我的目标贵小，这次没有说曹操，曹操也会到。因为你在心里想我，所以我就来了。你对这件事有什么高见呢？我看了东汉报报，想起了一个非常难忘的经历。什么经历？黄金高校的训导主任张宝来会见我们全校盟主学校东汉书院的代理校长，刚好被我还有学生会的几个重要干部亲眼看见。糟糕啊！上次张宝来没事先约好，所以没有预作防范，想不到被他们看到。说不定上次张宝来访，根本就是曹操在设计我。因为这件事情太震撼了，学生会的几个干部瞎胡闹，拍下了代理校长还有黄金贼会面这历史性的照片。不知道这个跟黄忠还有黄妈妈在餐厅吃饭，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有啊，像这种事都很容易引起人家的误会啊。是啊，尤其是大将军何进，还有对代理校长不满的18所高校的校长误会。所以说啊，我常常就说做人难啊，尤其像我们这种当校长的，为了保护学生，所以呢一定要在学生发生危险之前，你赶快及时通知他，对不对？让他不要被人家误会，结果弄得一发不可收拾。我现在就是在这样做啊。是啊，代理校长说的是。如果被实力教育部的人发现说我们学校的学生有跟黄金贼联络，那根本不用闹到盟主那，势力教会直接就把他抓进大牢去了，而且还会通知我，把他开除，并且呢，列入12学生发布到全国去，让他没学校念。如果弄到这种地步的话，就算我这个爱护学生的校长想要帮助他，都来不及了。谢谢代理校长关心。至于我跟张宝那件容易引起别人误会的事，以我目前的能耐呢，谁也不敢把我怎么样。还不至于影响到我的地位。我也是这样想的，所以我就说了嘛，那个是学生会的干部瞎胡闹的，我想大影响不会有。但是跟校长要点小恩小惠，还是可行的吧。好了好了，没事了，你们可以滚了。黄忠，小心啊，跟你老妈的任何联络都可能会引起误会啊！啊，滚了。校长，你就这样放过他们呢？怎么可能呢？黄忠这条线可以好好利用。李都，马上帮我联络一下私立教会部的王私立教会。启禀鲁大人校长，听说王私立教会就快下台了，而这个大将军何进呢，要直接保举汝南区校盟的总长袁绍来接这个私立教会了。这个我知道了，私立教会。想要雄霸天下的人，一定要先操纵这个职位，真可以说叫做雄职啊。那我们要不要等这个袁绍接任这个雄职之后再来用呢？现在还是姓王的嘛，联络姓王的就好了。我要先盯死五虎跟曹操。董卓太小人了吧？忠好不容易找到妈妈，却又不能见面，太残忍了。我决定了，忠，不会吧？你要加入黄金高校？
不是啦，我想要退学，我也会说服我妈妈离开黄金高校。不用那退学吧，我们可以一起去说服黄妈妈。是啊，我们要告诉黄妈妈，我们都是大汉的子民，我们应该要先稳定盟主的政治地位，才能稳定人民的经济利益。我们要为人民谋福利才对，而不是制造动乱，搞得民不聊生。希望他退出黄金高校。说得好啊，大哥，你这番话讲到我们心里去了。刘兄，你说的虽然简单，但却是博大精深。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在盟主时代是何其伟大！我曹操一生想要称霸天下，为的也是人民的福祉。我立志在我有生之年，一定巩固东汉盟主的领导地位。大哥，能不能请你出面说服妈妈离开黄金高校？我想请阿香帮忙说服我妈妈。阿香她很会说话，一定会成功的。好啊，不过在我眼中，你大哥才是最会说话。为什么？因为他最近对我说的话都是甜的。哎，好了好了好了，别闹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任何人都不能接触黄妈妈。董卓一定会叫私立校卫部来控管我们。如果被抓到证据，我们会被以通敌的罪名处置。小乔，能不能请你陪我去一个有一点远的地方？啊？好啊。哪里呀？我也去。两个凑什么热闹啊？他们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啦。中，你这招聪明哦。中到底要干嘛？完全看不懂哎。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气死我了！才碰个面就被监听，黄金高校的人就不能当好妈妈吗？什么声音？你们闪边去啊！哎，派队继续啊！嗯，是。妈，这几天我们被盯上了，为了你的安全，今天我来了，但是我们不要见面好了。我现在在山里外的凉亭，平常如果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可以留心在这个凉亭上面，我会常常来这里，下次再见喽。哦，另外我大哥刘备说，我们要先巩固盟主的政治地位，才能稳定人民的经济利益，我们应该为人民谋福利才对，而不是制造动乱，使得民不聊生。我真的赞同他的观点。你可不可以退出黄金高校，和我一起报效国家呢？而阿忠口上，真是个傻孩子。第一次写信给妈妈，竟写一些报效国家的事情。三里外，竟都可以射到这边来，真的很不错耶。小乔，
这里你都熟悉了吗？熟悉了。那下次就麻烦您威风正正送我来这里。没问题。黄忠，你真的好赞哦，竟然想到用这种方法躲避跟踪。那今天会不会有人跟踪我们呢？应该不会了，我没有感应到有人在这附近。况且我们前后用了三次威风阵阵，分开又见面，跟踪我的人应该头都昏了吧？嗯，说的也是。不早了，我们回学校吧。好啊。对了，让我用威风阵阵送你回学校吧，这样子很省钱哎。不用了啦，哪有人请你帮忙还要让你自己回去的？啊，好啦好啦好啦，你就在那边让我练习一下，你在那边不要动，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一下。天下无敌，凤凰一面不换骑，威风阵阵。走，回来了。是啊，小乔呢？是小乔，他一定要。这个小乔，我没有带钱，全身上下连一扣都没有，所以你不可以借我钱。好，我再把你送回去，好不好？不用了啦，我们一起坐车回去吧。你怎么了？哎，你们有感觉到什么吗？我们应该要感觉到什么吗？怎么啦？没有啊，算了，走吧走吧。谁？怎么了？树丛里有人。我们怎么没有感应到？也没有东西啊，可是我明明就看到大嫂，你这样把我每个人搞得都很紧张哎。如果有人，我们应该可以感觉得到。对啊，除非不是人。所以是阿翔，是不是最近太累了？可能我最近真的太累了。算了，没事了，走吧。从经过那个树林开始，一直觉得腰酸背痛，不知道怎么搞。腰酸背痛。哎，草，你那是什么表情？不要用蓝天套，鬼定律哦。可是，我妈妈之前真的有说过，我一个阿姨，因为租到一些凶宅，本来没怎样，但是一个晚上之后。开始觉得腰酸背痛，接着开始掉头发，然后又会看到一些怪东西。这就是卡的卡到阴定律。卡到阴？操！不要乱说话了。你又不是不知道阿香去扒了票。
啊，大嫂，不要怕啦，这根本啊就是马超在那边道听途说。怎样？你们没看到吗？看到什么？是虫洞里的孤魂跑出来，从洞里出来的，我感觉到冥界啊。对啊，这世界上哪有什么鬼啊？大嫂，你别怕。马超，你说你那阿姨后来还有什么症状啊？后来，我阿姨因为常常身体不舒服，就去健康检查，明明是38公斤的纸片。一沾上公斤，竟然变成100多公斤，怎么会这样？我妈说，阿姨会变得这么重，是因为她在棒针上的时候，肩膀上还有做了一个。啊！超，你不要吓她啦！一看就知道他们是故意要吓你的，哪会有什么他人定律？你不会相信吧？我相信，我真的蛮相信的。阿香，他们是骗你的啦。可是我真的想量体重吗？量体重哎，阿香，不要吧。不管啦，与其这么害怕，不如亲自去求证事实。阿香，算了吧。怎么会这样？你知道，真的有那种东西在阿香的肩膀上。你不要再说了啦！操，事态严重，你赶快说那个阿姨后来怎么了？后来，我一仗帮我阿姨渡了一些氧气之后，她就没事了。大哥，你会帮大嫂渡一些氧气吧？大哥，你该不会不想救大嫂吧？就有我好像不怕了。你今晚可能不舒服。哎，你准戴眼镜哦。我说的是，请他守在房门口，陪我到天亮。哦。贝贝，你还在门外吗？啊，我还在啊。你早点睡吧，不要怕。说，哎，你们干嘛整阿香啊？我看不是整，是帮他们练琴，再加温。你说的没错，幸好我反应算蛮快的，想到卡路里定律。那也是我们配合啊。对啊，我还特地用从欧罗巴买回来的体重计，把
大嫂的体重啊，从公斤变成磅数嘞。所以大嫂是115磅了。当然啦、啊，其实是52公斤。我看大家的苦心并没有白费。曾经大哥对大嫂的感情全都表现在他情深里，如果没有感情的话，是不可能弹出这么柔和的乐曲。穿起的男人最帅气，大哥很帅。哎，二哥，要不要我们帮你跟二嫂，让你也可以渡一些阳气给二嫂啊？二哥害羞了。阿翔，你怎么了？我好像有感觉到了。马超，马超，怎么了？你昨天说的那个开的零定律，除了多一些阳气之外，有没有什么别的破解方法、啊？大嫂，你还想要啊？昨天我们只是想要帮你跟大哥制造机会，什么开的零定律是我们骗你的啦。大嫂，不好意思。让你担心了一整晚。不是啊，哎，你们刚刚都没看到吗？刚才后面大嫂，如果你怕的话，不然我们走你后面好了。可是，看起来这一次大嫂真的吓到了。早知道不要跟大嫂开这个玩笑了，不但没有进一步的发展，反而还把她吓成这样。有样，这是什么？大哥、小弟，你们先去学校，我会去拿个东西。哎，你们要去哪里啊？兄弟啊，你们干嘛都跑走了？快点回！开玩笑的呀、啊。不好意思，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我卡住了。小姐，这附近很荒凉，你怎么会一个人到这来？我也不知道哎。你连自己怎么到这里来的你都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而且刚刚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一阵天昏地暗，等我回过神来，我就发现我卡在这里了。听起来像是谁使了什么内功，才误将这位小姐送到这里？会不会是刚刚那个黑影？啊！我刚刚看到一个人影，他从那边跑过去了。不去追，算了。现在追也不一定追得上。再说，我们还要赶回去上课。那这位小姐？哦，我姓张，林昭烈。张小姐，需要我们送你回去吗？不用了。我还要去东汉书院找贝哥哥。贝哥哥不见了吗？不会，他不见，他身上流着贵族的血液，只可惜他是 O 型，所以血很便宜。这段话好像在哪里听过。再说我也无家可归了。怎么说呢？上个月我家失火，我的家人都来不及逃出来，现在我唯一能依靠的只有贝哥哥了。甘小姐，你放心，我们都是东汉书院的学生，
不管你要找的人多么费哥哥，我们都一定会帮你的。谢谢。那请问你那个贝哥哥全名叫什么？刘贝。刘贝，自省。自省的，怎么了？你们认识他吗？是我大哥啊。太好了，原来你是贝哥哥的结拜兄弟。二弟。啊？我跟贝哥哥从小就有婚约，我是你未来的大嫂。大哥，什么事啊？你是不是贝哥哥？二哥，你怎么骂大哥贱呢？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二弟。什么事啊？怎么看起来这么着急？大哥，我问你，除了大嫂之外，你有没有其他的婚约？没有啊。确定没有？确定没有啊？当真没有？当真没有啊？那甘昭烈为什么说他是你未婚妻？甘昭烈？谁是甘昭烈？听都没听过啊！哪有未婚妻啊？等等，这个名字好像在《三国演义》里面看过哎。大哥，去哪里？我去上个厕所。甘昭烈，甘夫人，武汉昭烈皇后，为妻子，一定会生下阿斗。当然，武汉现在有婚约，我怎么办？马上怎么办？谁？是我啊。走在路上救了一个女人，好死不死，她是你的未婚妻耶！你真没跟人家婚约哦？我怎么知道啊？就算有，也不是跟我啊，是那个真的刘备，被石头压伤的刘备。哦，你是说那个被带走的刘备真的有婚约？那就是说这个婚约是真的，这个未婚妻也是真的，但是这刘备是假的。可是你会跟大海说你是假的？或者是说，你把真的未婚妻说成假的，但是你又不能说这真的婚约是假的，那还不能说你这张。听，你在说绕口令啊？说一点真真假假的，你头都昏了。哎呀，我自己念的，我头也都昏哦。哎，大哥，现在怎么办啊？怎么办？我也不知道啊。每个人都找上门来了，谁帮不住我？我身份也被拆穿了，被拆穿，这怎么可以啊？我也不想啊，现在由不得我了。啊，大哥，没关系，反正真的刘备、假的刘备都长成这个样子啊，你就继续讲下去好了。嗯，怎么可能继续假装下去啊？他是未婚妻耶，我不能跟他结婚，严重破坏时空秩序。大哥，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管时空的秩序？万一大哥真的说出实话，那二哥知道真的刘备病危，搞不好死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二哥这么讲义气的人，他得立刻跟着去死啊！那我就只能等着吃屎了啦！兄弟，你打我？什么？现在这个状况，我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这种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把我打昏啊！啊！好痛！没昏，我打一次。我开玩笑，你真的打我啊？哎呀，大哥，都什么时候，你还有心情开玩笑啊？
那现在到底要怎么办啊？我也没招了啦，反正先回去看一下现在状况如何，且战且走。这位就是甘小姐，这下死定了。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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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跑到什么时候啊？对不起，因为这位大哥一直跟我问候。我只好回应他。他说：“这位大哥，难道他不认识刘备吗？”甘小姐，是我冒昧，你认识我吗？不好意思，你是……所以你不知道你的未婚夫长什么样喽？我是见过他，但仅止于6岁之前。6岁之后被哥哥就搬家了，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但是虽然我不知道被哥哥现在的长相，但我知道我是为了被哥哥而生的，因为……将来孩子若都是男生就做兄弟，若都是女生就做姐妹，若是一男一女就做夫妻，若是不男不女呢？不会了，不会不男不女，皇天在上，后土在下，天地为证。就是这样，我和我的贝哥哥就是天生注定要在一起结为夫妻的。没想到银时空的指腹为婚竟然是用脚趾来指啊，会不会 太辛苦了？还好刘妈妈跟甘妈妈没有人生双胞胎，不然就要三 P 啊，我是说 peace 和平相处啊。对了，那你们有帮我找到我的贝哥哥吗？兄弟们，甘小姐，稍等一下。大哥，恭喜恭喜！没事，我有未婚妻啊，不认得你哎。是啊。大哥，三弟，你怪怪的。甘小姐不认识大哥，这样很值得开心吗？对啊，为什么感觉大哥很怕那个江昭烈？有吗？我很怕他。我知道了，大哥会怕大嫂吃醋，对不对？对哦，我们都忘记大嫂了。大哥，大嫂嘞？他约小乔去 shopping。哦，还好。什么还好？大嫂总是会回来的，逃得了一时，逃不了一世。也对，大哥，
你有阿香，现在又有未婚妻，这样算是劈腿吧？我，二哥，你怎么可以说大哥劈腿呢？你刚才听那个干什么的说他跟大哥是子父为婚，大哥也不知情啊。对啊，我也是不知情。哦，所以不知情就可以劈腿咯？劈腿不是重点啊，重点是大嫂等一下就要回来了，现在怎么办啊？我觉得大哥要说清楚了。对，应该跟刚照烈说清楚，请他回去。不行。二哥，你怎么了？大哥和甘小姐有婚约在先，既然立下约定，就该遵守到底。我跟阿香还有甘昭烈说清楚了。等一下，大哥，难道你要跟大嫂分手啊？相对大嫂好不公平哦。嗯，可是那个甘昭烈无依无靠的，又有残疾，我看他也好可怜。等一下，你们都没有发现一个重点吗？什么重点？重点就是那个甘昭烈根本就不认得大哥。你的意思是说，这样子谁都有可能是他的贝哥哥咯？嗯，真是妙计。骗人是不好的行为，我们不可以这么做。二哥，你不要再说了，我不可能同意这个行为。二哥，这不是欺骗啊，这是减轻伤害。他说什么？我不懂。哦，是这样啊。阿香以前帮我们兄弟这么多忙，现在要他马上跟大哥恩断义绝，这不是很不仁不义吗？是。看甘昭烈刚才那个反应，说什么老天爷要他和大哥在一起，万一他知道大哥有女朋友，这不是也很残酷吗？唉，真是太残酷了。离开我了，梦醒了还剩什么？